தெரிஞ்சே போய் பார்த்தா முடியாது. சாஞ்சி இங்கே போடுறது சமைச்சி சமைச்சி மீ பார்க்கறதுனே ஒன்றா தீக்கிறது தேவை தம் தம்பி எடுத்து பாம்பு ஜோயா யோமாரி தெரிஞ்சதான் கழிஞ்சு தாக்கோ கொடுத்தே கழிஞ்சுனா தெரியும் சமைச்சி இது செய்ய தேவையில் தெரியும் சமைச்சி இது ஒன்று தெரியும் செஞ்சோமா நாங்க செய்யும் தம்பி தப்பு சமைச்சி தெரிஞ்சு பாம்பு டச்சி தெரியும்吉祥如意，在此向所有莅临的大众献上由佛陀的钵盂所盛装的慈心或慈无量心的奶茶，这样的奶茶是无穷尽的。所谓慈爱，它是心的救护，不管对轮涅的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的。有了这个慈爱，它能够作为外大种以及内在心理的救护，因此向各位献上供养。同样，这也是献给所有网络上参与的法友。这个慈爱是对一切等虚空的如母有情的礼物，吉祥如意。你们做这碗干的，他在做碗干的，你把他在天津干嘛？什么？用这个碗他也讲错那个了，他们讲完这里。叫做一碗酒子，这里头的油干的特别的长嘛，这里油干的品种就是油干的，这里生绿竹节，这些油的，云南这里的南巴山地把它，切去咖喱，下部门咖喱油的呢，那个咖喱鸡呢，加出多的生鸡巴的油的。哦，大家南巴的江浙生鸡那是高嘛的，感谢点了我什么嘛的。让几个的呢？就把你的送送了，去跟西山八姐那路的送，可的你那里就让几个那路去那路，上街去把三个那路的能上街写给我嘞。你们的你可把那车的把来就那些人的，可把那车写给我嘞。这为了这里打打的，我说桌子的几公的桌子呢，打让个绿叶种的，绿的的，绿的刚的送的那点的，甚至我按照我的节约水平，他妈交给我的，他就弄脏了。这系统呢，这里这里这里咋？从电话的电话就上，这是利用我要的。这里咋咋这马戏呢？开始一个哦，让个阿妈的等他们在那个大车底下挪个药搞来的，怕嘛了交给我们的，怕嘛偷他们的这个，这怕嘛的不过你你话拒绝我的，这是。生活家不离上街的就去了，我嘞，那路去我上街的生活家就不是上街的，也上下工了。你干啥干的上街的用我嘞？别人是怎么说？日光的呢？在日光啊，看看的也是。哦，俺女的看看的什么？妈的，在日光啊，你就结婚他去，但啥子么？日光就给结婚，出门了家里了，都不结婚他去，就叫接触个幺妹。日光啊，得用底些了，生活。用完了这上面没吃不的，那边的这人用完了，这话说这个药的，因为他说他着急把了嘛，这话这个嘛的，着那里这个他这药，那这药拉着药的，妈的，什么这个什么吃没把劲了，这什么这的鸡巴他搞了，什么这的用这的，就是嘛，这他这的，别人他才当说做什么这的的，他妈那么给精神的，这药药干的了，他咋办？用了用了的了。有个就搞我看里头做个鸡，鸡的杂七八里头，有个吃的用的咖喱豆，有个买些的种咖喱豆，哦，这种的用的你一上了这里，有的哦，这用的有个的用的，十六个人我就得了什么，出的你菜了不？那他用啊，这都有个用的上了，这刚里说这鸡里说的，我到底有个鸡他们杂七八里去，老大就是从那哦。老大地头啊，没菜那个啥哇，菜那老大咖喱也弄的呢。老大的，一个菜不就做不了嘞？
弄那个个，他们就好像早起不哩，什么什么，这种个嘞，什么当地的小嘞，这个因为个咯，上面这个的甚至多着我嘞，那甚至想他这个个嘞，那南方嘞，假如甚至这样，假如落着的，我们假如你个个嘞，屁个都，俺这里假如个都没了，看过了出通个嘞，全是假不着个嘞，哦，全在通俺公司个咯，没错嘞，全部是东北人干不着的。我吃不用意思，怎么吃不哩？什么？你那是那个狗啊？这上海街人不是多，上海个街人他就得利用个药耶。这位人能绿的多的绿的内陆送，你十几万个内陆直接送这钱了。这里咱南区甚至他这个甚至的他收入强啊，这里十几万个了，天天天的这里十几万啊，男女梦啊，上万一些啊的。别人没到的，没到的，上红的是永安啊，听过嘞。别人就接了这里，南永安啊的，嗯，是永安啊，南女梦啊的，南女梦啊，我下过上个月就女梦我要嘞，女梦我的命从那啥玩意儿啊的，没到了张上红张在，你忙吧，用到没到忙不接着上红，到到张嘛个是，没到个有几下个是。哦，这街路头这个这个着急了，着急用地的啊，搞上了。这里这里内陆来的，出口西藏旁边内陆的，这些了这里他他们家属老些吧的，那个丽江朋友丽江搞的什么个个的，大些不的也是丽江的朋友。当时说那么了三姐吧，谁不内陆的三姐个朋友嘞？三姐大些不的，上天他把了这里，三姐们的这里是不是他都弄到吃着药嘞？哎。这到下过了，这内陆的下过了，别下过药的，这地方嘛的，你家家里了，实在是这上街上啊，这都，虽然不恰当些了，批发的地方就，晓得批度利用的，想看，老板我说想你把当的，那他们那个都谁要上过药的，什么当药的，大多就你当的呢，这到西路的，看我说的啥去，你不说看嘛，我是批不说看过了。多的家属的话，甚至吧，甚至吧，是吧？他妈也不差过，上地老早的嘞，这也不差过那个用地的啊，哥哥嘞，这都是职工在我们那，职工给给，他们怎么做？他们合作的给给，他们咋去不理？是，别人那样子我说的，那给给的用钱不忙不的嘞，除了说是先拍上，我说了先拍过头，给给热热的没把钱上了，我那阵就没拿那我吃个药嘞。哎，这个我这自己喜欢扎起不来，说我说那么个啥子扎起不来，说听他了，自己扎起不来，这时候就拉我用起来就扎起不这个药嘞，这个到我家是老话的，我是用这个没在这里加过我去，哦，这里在这里加过我去，这加过了当那个土地上要过我去，这加过了当还用个老工多，这个加出老话的身体罢了，哦。但甚至话，他妈的，人家他们要过来，人家他们就让这人家个政治话的，这里头是啥子个女的利用过来，这这才给中国要来的。今天诸位都是为了瑜伽这个主题而来的。一般而言，我们大家都是以外在的身作为主要。那么佛教徒有什么样的特质呢？他以什么作为智慧的双目呢？在佛教徒的思想当中，他认为不论行和事，都需要具有皈依和发心这两点。如果您认为那个是内教佛道徒的教义，这些皈依跟发心是属于佛教徒的，我不是佛教徒就不需要，那就大错特错了。祖师吉殿颂公说过，一切法显法性之实相，一切轮涅的本质就是法当中在谈的自性。所谓的佛所指的就是我们心的自性。佛陀宣讲因果，主要是针对轮涅的状态而宣讲的，故而今天我们着重于气功，也就是着重于净化身的这个身体上面。身体从何而来？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到，
从广义上来讲的话，外在的五大种是我们一切生命的依附，所有一切生物的依附，一切生物都是有赖于五大种的照顾才能够生存。晓得这一点的话，就能够由此而产生乐与乐的因，也就是慈爱。若不晓得的话，就会像是当今的有一些谬误的科学见地，他们主张我们不需要去爱父母，这样一来，我们彼此之间的连结就间断了。如此一来，真正作为新的救护的慈爱也就断掉了。而所谓的了知自性，就是如果懂得心的唯一救护就是这个慈爱的话，则自然而然会从各处产生慈爱。例如，我们会认为我们的身体与外在的五大种是各自相异的，我们的身体是独立于外在五大种的一个存在。这是错误的。外在的大种与内生物等一切情气，都是遍及了大种的元素的。我们细想，如果没有水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子？所有草木、生物等都没有办法生存的。晓得了五大种的功德之后，就会从心里油然的升起，哦，五大种是真的不可思议啊！这样就会对外在大种产生爱的感受。否则的话，有时候我们连在友伴之间也生不起这种爱。对于有些朋友，当下有爱，在下一刻又会顿然消失。反之，佛所谈的慈无量心，是指升起慈爱的同时，要掌握慈爱的功德是什么。而这当中最主要的关要又分为三个，分别是父母、上师和老师三者。瑜伽现在在世上作为一种文化。这个时候，我们以瑜伽为例的话，最主要的老师教导瑜伽的老师就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试想一下，学会瑜伽有什么好处？不学瑜伽又有什么坏处？去衡量两者之间的好坏，就能够知道，哦，这样的好处是透过外在身体的运动或者是姿势，能够达到保健的效果，让我们的身体无病痛，也并且能够长寿。了解这些好处之后，那好处从何而来呢？它来自于老师的指导。我们能够想到，哦，那这样的话，教于我们瑜伽的老师就是十分珍贵的了，又或者是我们去学校，透过老师的指导，能够学习到对于今生的手艺或科学、艺技等等的知识，心里想着，那这些教于我知识的老师是多么的珍贵啊！如此一来，内心当中的我执就会消除了，取而代之的会是利他的心，而这样的慈爱就是一种暖热，它能够温暖我们的内心。如此一来，内心当中的智慧也就增广了。内道佛教徒所谈论的皈依和发心，在皈依的层面上，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我们所依归的处是对于我有帮助的，所以我要向他寻求救护。就如同我们口渴会喝水，这就是向水寻求帮助，寻求救护。若能仔细思维彼此之间的关联，就能够晓得，哦，喝水
能够缓解口渴。如果没有水的话，这些树木就会干涸。间接我们领悟到水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这样一来，我们就领悟到因知咸有为天生，密咒生次则圆满，密法的升起次第就会由此而展开。所谓内在的身，是金刚身的自性。如果这与外在的五大种的自性两者相结合，或者是双运，内情世间有情的心就会变得安适。如果能与外在的五大种相结合的话，就会来到了外五大种、内五烦恼、秘密无本质的境界之上。以花朵为例的话，花朵在种子的阶段需要依赖外大种，当种子冒芽之后，就形成了内五烦恼。这些大家应该也都晓得的，在自心绪当中都具有这五烦恼。五烦恼成熟的话，就会转为秘密层面的五种本质。这就像花朵开花之后能够引来蜜蜂，蜜蜂又会制造蜂蜜，而开花之后的花蕊也能够变成成熟为其他花朵的种子。知道了这是花朵的特质或功德之后，就能够晓得，哦，原来一切生物都是彼此依附的，彼此相依而生存的。了解这些功德，就称为知道了自性。这就是一切法显法性之实相的道理。这样一来，首先作为皈依所指的就是，不论教与自己任何文化的老师，都是十分重要且珍贵的。对于我们内道佛教徒来讲的话，教于我们心自性的就是佛，所以佛是珍贵的。打从心底里面对佛产生出敬仰的心，知道如果没有佛的话，我们众生就像是旁生道的友情一样的昏昧。了解这一切的情况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样一来，我们应该将所有的事情都看待为所知万有尽显佛事业，一切由智慧所承办的事物都有能力带来利益与安乐。但是智慧同样有两个层面，它既可以带来利益，同样也能带来危害。如果我们错用智慧，将智慧用于不正当的途径或者是事情上面，那么就会对他人造成伤害。就像是在世界上，我们会制作合资武器用来打仗，这些都是落入了自我中心思想当中。晓得这些之后，就要避免让自己所拥有的智慧或知识落入歧途。就像佛所说的，要将智慧用于正道，而非错误的知见之上。然后就是皈依和发心当中的发心。所谓的发心，就是希望一切都能够变好，或者说一切都能够很好的这个心态。那要令一切都能够很好的话，就需要了解它的功德是什么。就像现在我们在学习瑜伽或气功的时候，教导我们这些功夫的老师，他们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是极为珍贵的。就像这段时间因为疫情，有许多的老师丧失生命，
而屈入涅槃，我们为此都感到痛心。从实际层面来谈的话，每一位老师的殒命都代表着昏暗的来临，就像是这样子。所有的老师都是十分珍贵的，对于我们内道佛教徒来讲，佛陀是珍贵的。类似这样的道理，对于非佛教徒来讲的话，大家就可以换成所有老师都是十分珍贵的。思考完这些道理，我们就能够对文化产生出敬畏心。那么总结起来讲的话，就是首先是要了解皈依，也就是寻求救护。寻求什么救护呢？就是知道自己有一个缺点，要在这一生当中从彼得到救护。因为想得到救护，所以我们运动，我们学习瑜伽，这是皈依。接着发心是认为老师是好的，简单讲就是念师恩，由此便能够产生慈爱的相续，这是稍微有一点重要的。把的这里身体把的，身体把的可以，难怪上去身体上去，对吧？对吧？对吧？脚上对吧？就什么东西？对吧？脚可以，他上去嘞。上去嘛，罗刚松了，上去嘛都对吧？就有嘛，上去的对吧？脚可以了。俺是他当咱们那他没他那种娘的有嘞，没他那种娘的有呢。两个说没力的输这种啊，阿妹这种是。马个这东西，马个这的，马个这个，然个大了就得有了，就可以，就出个，吃人普通通往错了，这一个么就吃人普通通往错了没了的，你把当了那老旧套过来，如果我们桌子上不菜什么东西吧，就有过来的，上街往都通过嘛，我去套过有嘛，来就给他就说，这上街去拦的的呢，哦，你把吃上如果什么的呢，你啥都没了的呢，变成那么多人都被下锅了，被下的让给了要了，那不是的了，那不是把是一个那不是是把的搞的，那出去了，那不是个第六去了，没得戏是吧？戏要上了有没有？那不是得戏有没有？要么你匆匆的过来，要么路是啥么么搞地当门前的，让来把车，滴滴滴冲出过来，要么你打过去忘记，打过去还得过来下锅用没？是不是这东西吧？对的，全部大妈这个上街的。那差多远嘞？哦，你们啊，哦，你们这人他可玩多少多？那个这里你们找人啊，如果这没当多少，他娘都要嘞，他多少都没看着都带上了的。哦，但俺没有他们这等的，来这边上街这些东西，上街是人家先不当嘛，就上街去了嘛嘞。先不在路下搞东西，先在那开就我当地讲过的，当地的你们不找，你们不找的人就。就这个就上不了，所以弄个肉垫呢，哦，当我这当没力的，哦，当来就这个这都，哦，当我那个的来就这什么没得结婚的，来就这俺没力操不了的，啥叫这都，嗯，这个把子大人就打起打，大有干的讲开去，当我没力的就这些我都，没力的就这里拼个都，没力的就这些了，你那里上了当中的人品落了，告诉俺啥叫弄弄过来。做过三年，没什么了。你这菜地上了，当然的，土里手里过来家头过来搞的。我给那个搞的钱了，实际的皮包都做过去。你这咋不弄的？对了，慢慢的皮包都对了，然后做过琢磨帮忙的一种的，这皮包都做不过来去。那个帮忙的人又打这些包对吧？这事儿皮忙过，然后皮都来就这些呗。当然的，驴子就这些了，搞驴子就这些了，俺吃人不吃，那边不吃了。大概啥话就来过嘞，具体的讲来呢，六月份呢，当你们苹果上落的，他心急吧的嘞，这里这里的，那边呢，甲壳虫那个甲壳慢慢刚长起不，甲壳长起不嘞，甲壳没人慢慢动也看得到，咱们嘞甲壳压了看得到，对吧？看得到，甲壳动了动也看得到，这样没痛了痛的，这样子嘞，噗，叫了痛痛了，那个吃不起来个，没个三六个到那个，这。或者大家讲上俺个家头，我俺做起不做事，你们弄不当的，哦，对，当地往里去，
这咱们人也不差过都，谁跟咱们人也不差的上不上了？俺这是第一次就会，这上不了上了的嘞。甚至他们这地方的地也上了，甚至把这当我说的嘞，哪里的不嘛，没得通了，人家直接过来。这也成了这里，他当然没得去别去了。俺这弄路也有嘞，路也有嘞。他上不了当时上了他，搞打过场地，打过纪律，这不呢？哦，这个呢，老哥的去过，这两天的咱们领导他在要的，让我们要的。我们那么这点人，同时没俺国家出去，俺没人没人去啊，国家国走的，谁的谁也不是国家国了，哪里敢不接过去？这是谁的嘛？这里的呢？哦，这里的就别人他妈那么吃这一点呢，一路就给帮过走，马帮呢，俺不走，我上不走，帮把把下家了，把下家弄走，这把还红的就呢。这里地上，他让个绿的嘞，几片地了，他家里做了做出个豆子，哦，啥地做了做出个豆，谁不当嘛的啊？好像这南京江边地上靠过了，南京是没法到那个土个买，哦，他这里他上地个呢，各种啥出个，他上半天去，他都咋不来呢？一棵树树跟过去，然后上半天就有人过去，他们就老家开始去的，呀，现在查到过来，一棵藤过去，他们就一碰让拉开去的。哦，对对，到底什么来的？没什么做到嘞，什么的？哦，他刚在他他，咱们领导人忙得嘞，没什么嘞，陪伴他，对吧？他们做过做，对什么的嘞？身体吧的，对人家还不结果什么？对女的没做，当然没做，干的那个，做女的对呢，他的他，他被吃了，也对不了，你的将来干的去了，对他，他被吃了，养什么的？女的对，但女的是没结到的，没女人没结，哦，主要是这个能力。当着你个话，这个哈工程了，哦，俺让谁家做呗？你连俺们的做哈工衣裳，哦，得有这哈工作。当着你我叫什么了？叫什么？对面的哦，没怕谁，让村民大家，大家个当地气场了，在桥头桥头待着我嘞，这是身体把是吧？你上这个去没有嘞？对了对了，当然了，这种事情总得演什么？你老忙的话，这你得没那个，你得没去过老不干忙的话，那讨不了嘞。这你得打不去，我上街过门，偷偷摸摸在这里干不了的，你得没去这个，你得没路要过的结果。对，咱们领了我嘞，这让这些别人做我什么的，慢慢的批判的这个他的结果什么？你做个什么？对了对了，对了那个啥话嘞？个可怜个，对。上街的时候，这里让那个这里也不大有的，哪个上不到的？我说说上街那边把的呢？我上街他们就身体的皮毛垮了，这个地头上了，大皮上了草沙，那个绿树他们就一忙他们刚里脚嘞，这边这样的，我那地头上街他们这个，那个他们这个地头这里也不大有的是，哦，哪个上不到呢？我身体咋不是皮毛上里没得了？两张上街他们就到得有的是。对了，那个啥，得意思不到的。我上街上街忙的，上街上街怕谁呀？有嘛？这是谁呀？有嘛嘞？就跟南瓜大王子、龙哥家走大王子，碰巧有嘛？大半有，大半就得有嘞。有嘞。这边这上街到的，我当没偷过有嘞。这上街他们是讲的有嘞。看木兰上街上街，这当地就这个路上街，大都东边说的木兰那个的，木兰这最少得如果上街的木兰。哦，当俺上不上不就收了？哦，这上级他们到的来讨论的，也就不同。他去年研究到说，甚至他们这一年上级的，哦，一年上级的，长龙的，长龙的一年出来的，那个我们叫老二这边这种，多少都当长龙到我们说农业用的多的，再让我们来把把家里上听了。哦，他得了这里，他才能。人家家里就打不起来，对不拢？人家钱呢？当然，这人就没上么？当然，他身边他们这琵琶的、笛子的、中国的，这里头没东西了，这里头人家种种的，多大起步了，多出个药来，那不？大的绿地就不买嘞，养的养的起来，养的养的俺没有时间用它罢了，没人没接触罢了，这家个来啥药来？别弄哦，这东西地方都不错的，往平时上那个树个头。都是做菜了的，你把刀，你把厨师做把什么的呢？你做客人了嘛？怕嘛的？给人一点拿手把他们，这不就得如把工作要嘞？得了菜了，我弄的吧？但是呢，桌上不得拿手把，他说
人家买了双龙灯，但我们全部家都掏出来，对驴子白种灯，但驴子他刚进来，当然没人不就可以白种灯当悄悄药的，别人进来没来把他我七十万白种灯什么，但咱不能找到他们的，在门南就咱们认为这里是那个啥子的，平房子那个啥子呢？他们这个来的，这他们就啥子就工资多吧？差的有的，这个双龙灯，双龙灯。老人啊，咱们人对了，当然上路走着我当个当的，上街就搞个当的，咱们人也不吃过啥老菜，嘛那么就是，你怎么来呢？对，我来个切切菜，人们没办法嘞。去了我啊，去了婆婆那，就是农工去嘛嘞。我们家对着对嘞，对嘞，当初上街搞嘛，他们我们家过来，没人就对啥玩意儿呢？别人做大钱不着呢，对你来个人呢？他没找个搞的平衡度呀，俩男的搞个这平衡度，这他们两个人上路多当些，上路多当你有的，上路多当你个人。哦，当年连的曾经他们陪我，那第三路当中了，第四路那么痛苦，第四路那么的，你搞不了别人苦，他他们都差多少他们那么多头的，差的只有两十块他们，我第一天还好说了，第一天我上路当了，第二天哦。在这里，这不他他他计划才他这里有个有的，这一到了上龙灯了，就别得了，这是上龙灯了，这里就别说话没办法的，然后那个仪器用了，这仪器没了，地上个这里已经到多少了嘛的，可是他们全部搞的也有的，全部搞弄，全部搞弄这个的，这让人给，除了这些人说那么久的，说那么久的上这里，结果地上个具体的啥话看见了。他上街过都，别人摸着他就说的呢，我苏南回去吃多些，这地头苏南吃不吃着我的，别人吃着的，吃着多多，那他他他收收收收出来了，多多吃的，我这吃了香，我这腰椎现在就不吃了，这怎么怎么怎么，这里龙脊怎么干的？这里身子把这他热的死了，这这他那个就急了，到了平地个什么的了，那个。具体的啥话他妈的，虽然没叫人交流过，虽然没去把这个上帝嘛都是这个造型嘛，痛苦嘛的上帝嘛都痛苦，家里虽然觉得，但是一批个老人做不上的一批人了，一批老的我那在家庭资源了，反正把那这里，两种人变成不了，没找到找就把人成不了，这个身体把的激情不了了的，这个这个这个，当然个，你咋的讲呢？大的大的工是不是嘛的？这都这大的家族的话，他身体吧你哪怕嘛都要嘛的，这嘛的，你个他妈咱们身体哪能都要的？别了哦，大的嘛个不加不加亏要的，呀，确实蛮多钱，他们才加亏要的。这他就进来的，生中王啊，男女这玩意要的，这一套下过了，这是没办法动用。大的彻底就不买吧，加起不他人没啥么动手的。然后身体就没把它下火了嘞，身体身体没把它下火了，这没中间，天天结果让结果上了当的呢，这里得了这里，下当我从打完了的呢，这里让农民给叫下边了，得动几万用过嘞，咱们人他得动几万用嘞，这叫他们说用嘞，他那个得了我们的养鸡，养鸡那是吃的嘛嘞，没提供的就没了，上了当的，这个我们这里啊。其他其实那是我说东西的，要么的，对的。接着要来谈的是发心，而什么是发心呢？内道佛教徒的思想是愿天下的一切有情能够获得安乐与安乐之因。那什么是安乐与安乐之因呢？答案是慈爱。在六道当中，除了慈爱以外没有其他的乐因。那为什么慈爱是乐因呢？作为六道当中，我们人道和旁生道是共处的，既然是共生共处的，那我们的身体又是谁赋予的呢？答案是来自于母亲，由母亲而诞下我们。当然我们也曾经创下了获得人生的因，那就是我们圆满的行持了持戒度，所以能够获得人生。如果行持布施，就能够受用圆满；行持安忍，则能止于善友，
获得姣好面容与长寿。从因上面能够结出这些果实，这是佛陀所能看到的，因为他千丝万缕分得很细致，所以我们凡夫无法见到。因此佛陀向我们指了这样的道路。佛说过，我们行持布施持戒安忍的话，就能够获得天人之身。就如同我们搭乘飞机的话，是需要付出财力的，而这个财力则具足于我们的心事当中。倘若我们能够了解心事的自信的话，就能够知道，对于一个人从来就没有死亡可言，因为心事没有死亡。要不然心事会随着烦恼的迷惑而堕入三恶道，历经数万年的时间在轮回当中流转，要不然就会投身到清净刹土。投身清净刹土就不用再流转轮回，除非他要下凡利益众生。而这样的心的清净层面就是佛，这样的本性是无二的。而心的垢染层面，则是由于六种烦恼而堕入于轮回当中，就像人道和旁生道的众生一般。只要我们尝试去观察旁生道众生的痛苦的话，就能够理解，我之所以生而为人，乃是因为由于佛教导而了知了业因果的循环所导致。那么就近的佛就是指自心清净之后就是佛，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佛。那么心要如何清净呢？心所要清净的就是我的概念，没有我就不会产生六种烦恼，有六种烦恼才会产生自相。如同祖师所说的，因果刹那思想之自相。综上所述之后，我们能够理解，了知因果给予了这个人生，所以是了知因果的双目救护了我们。因为懂得因果而获得此人生，所以它是由佛所赐予的。再来，获得人生以后，就应该要知道如何维系人生。那么学习瑜伽就会有所帮助。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如果能够继续将自心的思想转为利他的话，就能够使我自己步上成佛的道路。正所谓圆满诸佛，但于利他心。即便我们心系着此身，仍然能够让我们流转于三善趣。原因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去利益众生，都去做利他的事情，从父母乃至整个世界。倘若我们这样去做，侍奉父母，并且照顾父母的话，最终得利的会是谁呢？最终得利的仍然会是自己，因为因果规律的关系。同样的，如果我们想要维系我们的身体，我们爱护自己的身体的话，就需要学习瑜伽，透过这样的保健健身，让自己能够长寿，让这样的身体能够持久。透过健身让自己长寿无病，接着就要做一些事情，不论是从事世间法或出世间法，随着这两种法则而从事时，当我们心怀利他的念想的话，这就称之为发心。而我们自己所处的国家，国家与人民，哪一个比较重要呢？答案是国家，因为如果国家好的话，人民将如何安居乐业，以及国家不好的话，人民将会如何受苦，这都是来自于因，也就是掌持政者的发心。倘若持政者
只在乎自己的权利，在乎自己的王位的话，就会以此而虐待人民，因为他们落入于我执的支配了。知道了以后，我们要想希望世间都能够变好。任何一个渴望世间变好的人，我应当追随于他。愿一切众生都能够具足安乐与安乐之因，这就是发心。如果我们获得这样的人生，就应该要从事这些事情。如果我们爱护这样的身体，想要维持的话，是否能够承办呢？答案是可以的，因为有一种称之为清净的幻身，透过行持能够从化身到报身再到法身，这样的修道存在于世间当中。即便不是这样子，也可以发愿要不断投身于三善趣，因为心是不会死亡的，所以我们可以反复的投身于人的身体。心中要想，我应该要对因果不错谬，如理如法，从根本上断除害他。不断除的话，这些习气将在未来危害到我。知晓了这些道理，就能够知道这样的身体是做什么都可行的，想要成佛也可以，因为心的清净层面就是佛。而要令心清净的话，就务必要完全的消除我执，纵使它不是那么轻易的可以做到，但是我们可以仰赖慈爱。作为世俗菩提心的慈心与悲心，当世界上的领导人具有这两种心态的时候，他们为人民开创了哪些道路？反之，那些受到嗔心与嫉妒所支配的人，则如何的伤害他人与自己？这一切都归结于思想。了解到之后，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哦，我应该要对世间的人们带来利益与快乐。随着这样的发心，想要做一些好事的心态，就能够运用这样的身体发愤图强，精进于世间与出世间的法。如果所精进的面向是正法的话，我们认为此生是珍贵的暇满人生宝。即便只有知道暇满难得这个道理，在六道当中也是极有帮助的，因为我们会了解到此生的珍贵，不会轻易的自杀，会认为这样的人生得来不易，这样的功德也能够仅仅透过了解暇满难得而领悟。反之，不了解的人就会彼此残杀，我去杀对方，对方也向我开枪，这些都是由于我执极为厚实，变成僵固的冰块所导致的。因此，作为发心的慈爱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当我们在维系这个身体的时候，如果我们思维我维系这个身体的目的在于此的话，那我们就已经获得了投身人天的无谬之道了。虽然在此生成佛是有些许困难的，但是我一定要好好的行持人天圣的佛法，我一定要好好的行持世间伦理的法则，我一定要提倡人权与安乐，一定要为他人带来利益与快乐。以此福德，不论我们做任何事情，只要是与慈爱的方向有关的，就会获得支持。带着这样的自心思维里，也就是不造作的无杂染的慈爱。由于诸佛也是一心为利众生，而累积了三大阿僧祇劫的资粮，期间他们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都抛下。由于我们的意趣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将获得诸佛的支持。
所谓的自行思维力，就是任何人发起了想要利益友情的心，他就获得了佛的力量。这是由于如来力的缘故，因为诸佛是如此发愿的。佛无生灭，法身如同虚空，报身如同彩虹，不会逝去，而会恒常存在。这些力量将会在我们发心的刹那而获得，而它们将会成为我们的靠山。就像在愿文当中所说的，愿一切众生获得安乐，愿恶道恒常空寂。三世诸佛是如此发愿的，所以当我们在发起善心的时候，三世诸佛的力量就为我所得。这是如来力，最后是法界力。一切众生本基上为佛，就像冰块的本基是水一样。正所谓然因克成遮，现在的六道友情如同僵化的冰块，像我们一样会感到痛苦，这是由于我们自己的烦恼和习气所致。所以我们不论从事任何事情，世间也好，出世间也罢，要思考业力因果，要承办利益众生，并且在这上面下功夫的话，哪怕只是小事情，也能够具有广大的意义，不是只为这一生，而是未来的生生世世都能够投生人道。这样去做，这样去想的话，就会容易一些。从根本上断除害他，这是持戒的层面。接着我们修安忍，哪怕是小生物，我们也尽量去布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应该要对自己的父母、导师等修安忍。如此，我们便能够止欲善友，获得较好的面容与长寿。思考业因果，便能够真实的获得新的救护。而暇满的人生宝，我们不管做何运用，都是可以运用的。就像密勒日巴一生行持法而获得了成就，跟许多大成就者都一样，或者是一些极力维护世间和平的人，为世间带来利益与快乐的人，从事这些的人都可以算是佛陀。应该要这样想，总而言之，应该要带着这样的思想，怀有慈爱，愿此世界能够更好的不谬误之心，所做的一切都会具有成果。不需要一味的认为我只需要禅修，其他什么也不用做。当然禅修是对的，它能够带我们获得佛果。但是在工厂里面制造汽车、飞机等等的人员，他们也同样能够造福人类。如今我们如何受益于这些机器，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些都是属于做事的方面，而我们要怀的心态则有两种。只要一心的想要去帮助他人，去利益他人，这就会带来福报。而这些福报从暂时性而言，可以带着这些动物或者是生物抵达天空，就像鸟能够飞翔于天空中一样。而这来自于我们创造了飞机的因，那这样的因带来什么样的果实，我们应该要去思考，需要略微的去思考因跟果的关系。因果是不会错谬的，它是不虚假的，我们相信也罢，不相信的话，我们除了因果业力之外，也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有些人主张他不需要宗教信仰，不需要宗教信仰也没关系，也可以。但如果有宗教信仰的话，就能够知道带来安乐的因是慈爱。而不论世间或出世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具有慈爱的。哪怕只是制造汽车，
也能够知道制造汽车是福德之因。结合了这些思想的话，这些福德就会变得增广。就像是当冰块处在固态的状况的话，彼此之间是会摩擦，是相隔的。然而，在冰块融化之后，就能够溶于海水，是完全能够容纳的。这样去思考之后，不论是世间或出世间，我们做任何一种行为，最主要的本基在于我们自心。如此一来，不论做任何一种事情，只要怀揣着利乐，带来为众生带来利乐之心的话，这样的行为就能够造就福德。而福德除佛以外，无人知道是从何而创造或从何而来。佛对我们说，福德来自于利他心，正所谓圆满诸佛但于利他心。当具有这样的利他心的时候，就像小鸟们能够互相爱护，能够群聚而相处。当人具有利他心时，友伴之间就能够和平相处，因此发心是极为重要的。运用到现在的运动也是同样可行的，如同稍早天部讲过的，认为皈依发心是佛教的东西，只有佛教才需要，那是错的。任何事物其实都能够带入皈依和发心。母亲照顾小孩是给予小孩救护，而水滋养树木、枝干等也是属于水对这些植物的救护。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外在的大种与我们的身体是相连的，这样所做的事情才是具有意义，不会只谋求今生，而能够拓展自己的眼界。可以想得比较长远。首先要了解，心是不会死亡的。否则，如果我们只谋求今世的话，就会带着贪嗔痴的三毒，那么就会造下痛苦的因。往后我们所遭受的就会是苦乐相杂的，就是像在如今在世界上，我们所遭受的是痛苦和快乐参半的。这些都从因而生。我本人除了这个以外，也不太会讲。我一生当中就只着重在思考业因果，对于其他现代科学方面没有太多的学习，所以不太了解。你干嘛装了装置一样的出药来送，或者加油了？接下来15分钟是问答时间，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都可以提出来。人不是去阿妈国了，这个送着呢。哦，谁的去阿妈？阿妈的，当我绿鸡巴阿妈的，这哈达卡的就绿鸡的，阿妈卡的上了这里。这娃的，菜了的菜了，这娃这娃菜，这娃个就这娃的，这阿妈的头的。这几年这里咋个？这几年阿妈这呢？这里阿妈干的阿妈没人干的干的多，阿妈用的这里阿妈用，顶上么样的样子这呢？这里咋子咋？他当然这里阿妈这呢，那当啥路那当没去用过的。这为了这里咋？这几年就是说说是弄透过用的。这为了这里咋咋？那个阿妈给几个了的，阿妈给咋了的？你看这个么子？这里那看不懂我都做不了的。看不懂我做了没有看的哦，看不懂我这个看不透，看不懂的是，伢个点点说啥，没中了吃饭嘛，我啥个都，点点龙巴说说个的，看不懂没事儿，看不懂我做了还叫朋友去不？你可说这个文化都没得有嘞，大多少了，大朋友接触的多少看得见了，说没有嘞，没得接话嘞，这样子嘞，那俺们给他了看不懂我做罢了。这罗马他们这个这里，那就错了。杀了那个药嘞，这他们这给他了这里，烧差了，卡了这的，缺损啥？那他们这就错了。这头身体他们做什么身体他们就中了，烧差了，卡了这样的，缺损了的，
当然不能去了，我就我跟强龙就，也个吃早晚没法强龙的，我个要吃早晚没法做吃不着东坡，这这这玩意，就当阿妈让他上街去，这话吃不着了，赶紧吃不着下的，他当然就要让这个东西。第一题，有人问仁波切可否谈一谈您的母亲。仁波切说，母亲是给予我们这副身体的人，对于我们是有很大恩德的，能够生生世世为我们带来安乐的因根源是慈爱，而慈爱源自于母亲。因此，当我们去思考母亲恩德的时候，我们会想，没有母亲的话将会遭受到何等的痛苦，有母亲的话则会如何，这样反复去思考母亲的好处或功德。像我自己本人的话，当我思及母亲的时候，不假思索的就会落泪。当我们这样去意念去连结的时候，自己也会获得福报。因此，在我母亲生日的时候，没有什么善业可以做，就为她种了一棵桃树。种植桃树最主要的目标是，这样的桃树它能够结果实，而这些果实就能够让蚂蚁等等昆虫的食物有了着落。特别是在这片区域，没有什么果实的食物，所以有很多动物都面临着饥渴的痛苦。而且对于旁生道的众生，最大的利益就是给予食物，这与我们人类是一样的。所以作为对母亲所植培植福德善业的行为，我种植了桃树。除此之外，有许多的学生给予了中心很多的帮忙，作为以这些与中心有所连结为主的一切众生的善根，我们建造了水池，提供水的资源给这些野生动物们。就像堪布仁波切，他在冬天的时候会去将水池上面结冰的冰块给敲开，让这些野生动物可以持续的摄取水的资源。因为我们当地有时候冬天会没有水，夏天也会因为干涸而没有水，那这些就可以解决野生动物们对于水的需求。上述这些行为就可以解决数以百万计的动物的饥渴痛苦。至于母亲，她所带给我的慈爱是能够利益我生生世世的，对于我是有极大恩德，所以我到现在都还会时常的想念母亲。那的每次的那个米拉热巴克托托南心啊，提过了松松啊，不是？米拉热巴啊，等你每次的那个等你米拉热巴看到是查过个多，查了。我这地了，我那里边那他了，人家对养不多，上人家那个上，对那个狗上那里，他当第二次往那个肉肉里，他到这里，他在家里多吧的，就是走的什么动物啊上这里，哪怕上街不上一个毛囊了这里，哎，这里他大部分就是肉，他不怎么厉害了的，也那个这里，就他的毛囊了这里肉肉里的，对不对？抓地了。在第二题，有人问仁波切：“仁波切，您在稍早提到，我们在此世可以成为大成就者，如同密勒日巴一样，可否请您解释该如何做呢？”接着，仁波切回复：“反复阅读密勒日巴尊者的传记，并且一再的从心里认为，这实在是很棒。”我想要这个，这样终究会成就的。透过愿力，从皈依戒开始，我们已经走在这样的道路上了。内道佛教徒的发愿也是如此。此生能否成就有许多因素，但是绝对是透过愿力而达成的。
这样用地汤切了没了，这个用地切出来肉巴的，这个肉巴的工作上嘛，这个品种就要用没的，搞到出去品种是肉巴工作，肉巴的上地是打过架过的，上地是打过上地切不用肉巴没了拉着过的，多还叫用什么的用嘛？你把这个烤肉切了，这里咔咔掐着的，肉巴没了，上地是咋切不用的？做的嘞，做嘛子啥子不？做嘛我在这里买了一帮东西，买了一缸烟开的，讲到马背冻都开的了。我说嘛，马把口罩拿用，别提他嘞。买了做嘛的，他做嘛搞不到，所以我这里浪漫了嘞的。所有功德当中最为殊胜的就是安忍，而密勒日巴尊者就具有这样的功德。只要认为我需要安忍。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利益了。友伴和友伴之间需要具有安忍，要以此安忍来维护彼此之间的友情。假使彼此之间很有爱，但如果没有安忍的话，这样的友爱仍然会消失的。有些人友伴之间很有爱，但是有朝一日产生冲突，升起嗔心之后就分道扬镳，这是因为没有安忍的缘故。慈爱是极为珍贵的，它需要与安忍来守护，所以友伴和友伴之间是需要安忍的。有了安忍，就能够如同密勒日巴尊者一样。密勒日巴历尽了许多苦难，也面对过马尔巴的磨难。过去我们也曾对马尔巴意识生气过，如同这样子。总而言之，只要认为我需要安忍，这条道路就不会错了。你这面桥上的人，你吃也嘛，天天这个么倒嘞，但是确实也倒起来的。像这他们一来上街，老板的，我们家老板这边这边，这下可能他们没事啊，那些闯祸的，上街看看要不，上街让个省的嘞，这，白也不嘞，是是。下一题，有人问仁波切，法界力以及一切如来的爱，也就是如来力，两者有何差别呢？仁波切回应道：法界力就是一切众生心须具有的如来藏，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藏，正所谓如来藏便于一切有情。同样的，恶道的众生也具有如来藏，就如同冰块的自性是水，这就是如来藏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法界力。众生从本基上就是佛，只因暂时的课程遮然而显现众生的样貌，也就是然因课程遮这一句的道理。了解这一点之后，就会像是开启了双眼一般，佛并非别异于自己，而是自心。这个问题很好。저기대변아또군부말이탭다된부터해봐탭또없어말이말이탭탭이게배나아배나밀라레바군부미어레되니공치이어레탭여러와이게저기탭탭탭말이탭탭배나배나군부미어레와밀라레바기군부되니직전성경기공치되니탭다면다여러와이름부터탭약시솜카레레스오그러면로그라말이탭이게이게약시솜카레레스네배나롱진람창기맹알즈요레스탭탭다면다요르와네그래서대기라고하는데말로그러면로드나그마로는나니책가르치고하자고하리대철리남산얘기했지다보자고해철리다보자대대랑생을삼고삼아那这样个药嘞，我们吃到药嘞，就那么多药嘞呗。这个呢，我们心里边的啥子，没那里不，这个俺给吃一个吃的，哎，刚吃的你，
南西芒通也行通，新西芒通啥也通通。那个道哈过手村呢？那个道的里面哈过手村呢？你新西头就啥也通走过有没有？那个道哈么？我说新西啥也里的直接过走过来的。你继续这里嘛？那边上个那里边呢？去地芒通去一通的，去地的去去他们这东嘛有来的，相信不能进。但是我不是提芒的嘛，能吃饱来的。去地芒通去一通。南西芒通也行通，新西芒通长街通，这这些什么的哈？我说这里两个大哥都是这些哈，哥哥，这几句话，他等于找让这啥哈哥嘛，这是。看是那 tap 有了吧 ？tap tap 啊，一个本来一个老爷有了。一个顶，嘿嘿。tap no tap。Dem kari yana yaga yorati. Mela bi dem de unni tiri. Mela bi dana song dana de lapsa kano song kano tog de dina. Mela bi dem de yakshu de. Unsan tongya yori tata ngubo ti mga shi de ne. Dari tere mela bi unsa yotari chomra tita unsan tongya yori. Demani jik jik de tang tangma de yichi jik ma tetong mga borwa. Dari mela bi dem de yakshu de. Namle ngi ne. De ngubo ta tini lan tongko yori tata. Tadi jenis sembuh dia loh aku no, kau tu sama mohon ada loh naik ni, ni korang boleh sungguh, kau tu sama mohon, aku sembuh dia loh aku, kau tu sama mohon, dia lepas patah jauh mana, cek jenuh dia, aku tung hang dan dia naga, loh tu ni, yo ke, kata dia loh naga ni, orang aku ni pun, loh tu ni cerita dia korang ni ni tu aku tu boleh di. 下一题，有人问仁波切。您最喜欢哪三本书？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要阅读。对此，仁波切回复：过去我在阅读书籍的时候，例如像阅读《密勒日巴道歌》，我会将一些重要关键的词句写下来，反复的去思维，这样是比较好的。否则，要阅读整本《密勒日巴道歌》的话，它的内容是极为庞大的。像我就从《密勒日巴道歌》截录了这几句：不见心事见智慧，不见有情见诸佛。它指的是要建立无有二缘的见地，这样的话就能够见一切众生都是佛。否则的话，一味的跟你说众生都是佛，他也是无法理解的。如同此例，密勒日巴教言当中，这是最为重要的词句。不见法相，见法性。法性代表一切皆为空性，如同般若波罗蜜多的义理当中所讲的。因此，执着一切为相或实有，皆为迷乱。不见法相，见法性；不见心事，见本质；不见有情，见诸佛。晓得这三句的道理是很重要的。要说书本的话，什么样的书都很好，最好的是密勒日巴的书。他去过很多地方，他去过拉契，他在很多地方居住过，他的事迹真实存在过，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所展现的神变至今都还有记录存在，否则对现代人来讲难以产生信心，会升起怀疑。因此，密勒日巴尊者的书就是最好的，它符合现代科学的观点。如果了解新的自信，也可以阅读普贤如来祈愿文。莲师曾说过，若想要了解自心本性的话，没有比普贤王如来祈愿文更殊胜的方法了。他的词句简短，在我进入牢狱的那段期间，我是背诵下来，反复的奉诵，自己反复的去阅读的话，能够从中了知六道以及轮涅的一切实相。Om Mani Padme Hari Om Mani Padme
Everybody, thank you.